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一节，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，就是尼布甲尼撒十八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关在拘留所的院内，在犹大王的宫内。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将伊关禁，讲你为什么预言讲耶和华安尼讲，我要将这个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伊要攻出这个城。四节，犹大王西底家的确未当逃脱加勒底人的手，定着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要嘴对嘴彼此讲话。眼睛对眼睛彼此相看，巴比伦王要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，西底家要站在那里，直到我管过他的事。恁虽然甲加勒底人交战，也未顺利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六节，耶利米讲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，你的侄撒良的子哈拿伯要来见你，讲我伫阿那杜的迄块地求你买伊，因为你买这块地是下伫赎回的权。八节，我的侄的子哈拿伯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拘留所的院内，对我讲，我伫便雅悯境内阿那杜的迄块地，请你买。因为你买来是下地承受的权，是你当赎回的。你为家己买来，我耶利米就知这是耶和华的话，我就对我的侄的子哈拿伯买阿那杜的迄块地，凭十七舍克勒的银给伊。十节，我伫客面签名，将客奉物。阁请见证人来，也用天平将银平予伊。我就摕照旧的所立的马克，就是封麦的迄张，甲无封的迄张，当我的侄的子哈拿伯甲签名做见证的人，以及坐伫拘留所院内一切犹太人的面前，交予马西亚的孙尼利亚的子巴略。当因众人的面前，我吩咐巴略讲：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，就将这个封麦的、甲无封的两张客收伫废弃的内面，通存留坐一日。因为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，将来伫这所在，要有人搁买厝体、田园、甲葡萄园。十六节，我将马克交予尼利亚的子巴略以后，就祈祷耶和华讲：主耶和华，你捌用大权能甲伸出来的手创造天地，在地里无恶行的事，你施慈爱予千万人，阁将老爸的罪孽报应伫伊后代子孙的身上。是至大全能的神，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。十九节，计划有大本事，行代志有大权能，主要观看世间人一切的行做，为要照个人的所行，甲伊所做的结果来报应伊。在埃及地显出神迹奇事，直到今仔日，在以色列。甲别人的中间也是安尼，互家己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一样。二节用神迹奇事，甲大权能的手，甲伸出来的手骨，甲大通行的事，带你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，将这个地赐予因，就是你对因一直做咒诅，应许赐予因。老龄甲密的地，二三节，
因入来这个地得到作业，也无听从你的话，也无遵行你的律法。你一切所吩咐因行的，因无行一项，所以你予这一切灾厄临到因。看，敌人已经到，起悬的土堆要攻出这个城，城也因为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到底攻城会加入敌人的手中。你所讲的话，拢成就，你也看去啦。主耶和华，你对我讲，要用人为家己买迄块地，搁请见证人。其实这个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啦。二六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讲：我是耶和华，是见有血气的一神，敢有我恶正的事吗？耶和华安尼讲。我要将这个城交予加勒底人的手，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，伊要攻出这个城。第九节，攻城的加勒底人要来放火烧这个城，甲其中的厝体。在这个厝顶，人要五百粒烧香，五百个神冠殿，也我会想起以色列人。甲犹太人对少年以来，全惊我目睭中看做歹的事。以色列人一尽用手所做的，也我想起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三十一节，这个城对起造的迄日，直到今仔日，常常也我想起，予我懊恼，予我将这个城对我面前堵起。是因为以色列人甲犹太人一切邪恶，就是因甲因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甲犹太的众人，以及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所行的，惹我的生气。三十三节，因用脚趾摁我，无用面摁我。我虽然早早起来教示因。因却无听从，无受教示，竟然将可恶的米下伫称作我名的殿内，来帕拉山这个殿。三十五节，因伫辛伦的山谷起巴力的祭坛，要予家己的儿女敬火归无落。因惊这个可恶的事，予犹太陷伫罪内。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，也不是我的心所想的。三十六节，现在论到这个城，就是恁所讲的，已经因为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：我伫生气、懊恼、甲大生气中，将以色列人赶到达国。后来，我要对遐将因召集出来，带因倒来这所在，予因安然徛起。因要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因的神。三十九节，我要予因彼此一心一路，通予因永远敬畏我，予因甲因后代的子孙得到福气，搁要甲因立永远的约。要对因施恩，也无离开因，搁予因有敬畏我的心，无离开我。四十一节，我要欢喜施恩予因，要尽心尽意、诚诚实实将因栽培伫即所在，因为耶和华安尼讲，我怎样予这一切大的灾厄临到即个百姓，我也要安尼。予我所应许因一切福气，拢临到因。四十三节，您讲这个所在是偏远，无人，无精神，是交予加勒底人的手的地。将来伫这个境内，要有人买田园，伫便雅悯地、耶路撒冷的四围、犹大这城、山地这城、北洋这城。
甲南地遮个城，人要用银买田地，伫客面签名，将客封物，请出见证人，因为我要予受领的人倒来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